醒来睁开眼睛就要健身，然后从一堆直播中结束一天的工作，是还蛮特别的一个旅程。心率在140，保持在140左右，这样是做到有氧的最大效能，然后高了就是无氧，再高就无氧，所以再低没有效果。我永远是跟140做斗争，运动员就是一直在140，中长跑运动员，我们赛艇运动员也算中长跑，很痛苦的一生。一晚上没睡好，吓死我了。